游戏里面的画面？不是，是他们现在在立方星球战斗的实时影像。画面里面绿色那个就是德佐了。蛤？不可能的，是德佐。他们都合体了，那我们都要变成 Double X 模式，我们上了。蛤？哪有可能说变就变到的？好烦啊，不要再说更多了，你们快点跟我来吧。德佐，德佐，我在等你呀。变成 Double X 模式，同佢哋对战。上啦！六龟战士，咩？佢哋两个居然可以合体，但系我唔会输啊！得咗咯，好好犀利啊！你们看到没有？本大人我是最强的。德佐他们成功打败了敌人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要去跟坏人战斗？我希望你可以明白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。你叫我怎么明白？既然是这样，就唯有请你忘记今天见到的事，那是为了他们的着想。